了一个粉色系的妆容，啊，等一下呢就准备去吃一个烤鸡，对，我们去吃一家烤鸡，然后下午呢去曼亭公园，然后晚上呢去西方夜市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 look， 穿了一个长裙。有一个做服装工作室的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？他昨天掏出了这一桌的衣服，然后我们只是待五天而已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穿他的衣服了。然后呢，同一款包带三个颜色。用一下我今天的 style， 嗯，又纯又欲啊。我不能输，包带一下。这里好大。哦，会把你剪进去的，你刚刚那表情，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。剪辑从来没有对我温柔过。好，我们吃这一家，我看小红书上很多人安利的。嘿，这是他们家的特色烤鸡。这是米线炒五花肉，然后这个是什么汤来着？忘了。嗯、我们现在来到了曼亭公园，刚刚买完门票，然后现在呢，准备进去 wink， 摇起来。我们先来看大象。太可爱了吧，冰冰甜甜的大象虽然很可爱，但是真的看着有点可怜，是吗？对呀，就关在那个里面。我们现在在星光夜市，水超级大，他们这里的烧烤都是长这么大串的，我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这是我们刚点的一个包浆豆腐，尝一下是什么味道。这是我们点的脑窝咖啡，里面是这样子袋装的。那我来拿出来看。我觉得你好吗？还有 OK， 还有别插进去，真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你看，哎，我喜欢这个。嗯，是那个奶咖的味道。真的。嗯，还挺好喝的。好好看。他根本就没有在理我，我跟他说好好喝，他说好好看。应该习惯了，我把它打开，然后把它扎起来。来自威少女的嘲笑，你看志志的歌法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今天早上呢，本来想去野象，野象，野象谷，野象谷的。但是大家都起不来，本来九点钟已经起了，但是感觉今天就算了吧。然后现在呢，打算吃个饭，去吃一家泰国菜。现在呢，就准备出门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穿的小猫咪。耶、yeah. ！你们看看今天点的这个菠萝炒饭，然后这个咖喱虾面包，这看着好好吃的样子。味道挺好的。我们终于到野象馆了，现在他们在吃草。Hello。这个有点小性感，你看，那你拿着我进来。他比自己过来的，哎呀，下一个，慢点，哦，哎，大的也来了，大的也来了，哦，害怕，去吧，翻了。
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一起下山的，拜拜，玛丽和吉祥，拜拜。这是我们的下午茶，然后我们还租了一个小黄鸭。天哪，好怕我的手机掉到泳池里面。行行，等一下。神经病！哎，你游一个给我看看，很像我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那种田鸡。品尝我们的下午茶。听一下一个单身女性半夜在听什么歌。你还有手伴舞的。作为一个已婚女性完全不懂这种困扰。晚安晚安。